来了，不用马自强号，哦，帅，哇，840分，来了，不用马自强号，哇，这新生桥，然后有战机，帅，超帅的，呵呵，哦哦，军机，我是刚刚那车长，那180年，哇塞，110年8月2号，然后花莲的新生桥造上一个飞机，一个火车，不用嘛，通光了。8点40分，出发就是，哇塞，一个刚刚战机降落，哎，啊，这边有一台不用嘛，慢缓速通，缓速行驶的不用嘛。好了，下面跟马大门都就我们大局观平，领导拜拜。啊，只能说感动啊，大家就到这里。